朋友们好，这是 Crypto Accelerator 项目最详细的视频介绍。观看完视频后，您或许对项目还有一丝存疑，或者将再无任何疑问。您可以向您邀请的伙伴展示这个视频短片，以便让他们完全弄明白 Crypto Accelerator 如何运行，从而不再存疑。我们先从 Web Token Profit 这个项目开始吧。这个项目运行2年多了，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，专门负责开发这个项目。除了 Web Token Profit，我们还有一些加密货币项目。加密货币 VEC 是它们彼此联系的媒介。VEC 是 Web Token Profit 所有项目的结算工具，可以以每年50%的收益率挖掘 VEC 币，也可以专门加速挖掘。针对此加密货币，专门开发了 Crypto Accelerator 项目，ATT 加速器就是 Crypto Accelerator 项目旗下的产品。使用 ATT 加速，可以加速挖掘 VEC 币，加速不止50%，而是能达到年增长200%。Crypto Accelerator 项目于4月23日启动，同天创建了 ATT 加速器，发行100万个。其中15万保留在项目开发商手中，还有15万零售，单价0.1美元。顺便告诉大家，一个半月后，ATT 的单价已经超过5美元，即将达到6美元。另外，其余70万 ATT 用于项目的推荐程序，您可以邀请伙伴加入项目，建立自己的社区，从而获取 ATT，也就是。Crypto Accelerator 及其旗下的 ATT 加速器的主要功能，就是将挖掘 VEC 币的速度提到200%每年。但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 Crypto Accelerator 发展初期，ATT 的需求很大，而且 ATT 自身兑换率在增长，这样也可以赚钱。人们要购买 ATT 来加速挖掘 VEC 币，所以 ATT 发展前景广阔。连同 ATT 迅速升值的情况，我们都稍后再做介绍。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，VEC 币单价也从0.5美元涨到今天的3美元。Crypto Accelerator 中最有意思的，当属它的运营机制。ATT 的行情，在这种机制操作下节节攀升，它并非靠购买增长。这种操作通常是在加密货币或地球上的任何商品中发生的，而 ATT 的兑换率只靠出售自身获得增长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卖出去一定量的 ATT，兑换率就会增长，反之则不会。什么人会出售 ATT 呢？就是那些在初期或者项目运行期间已经购买了 ATT 的人。说到用 Crypto Accelerator 加速挖掘的 VEC 币，正如我刚刚所说，VEC 币需求量很大，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需求增加了6倍，非常可观。VEC 在 Web Token Profit 中的所有项目使用，因此需求量大。除此之外，您还可以加速挖掘它，但是未来 VEC 币的主要用途将会发生变化。Web Token Profit 团队开发了新项目 Puzzle Market，它类似于 Amazon 或 AliExpress，在这里将汇聚各类商品的买家和卖家。在 Puzzle Market 上的主要货币就是 VEC，卖家在此网站上出售的利润要比其他任何网站高，而且与其他任何网站相比。购买者花费更少。此外，Puzzle Market 将内置一个功能强大的推荐程序，该程序允许任何买方充当特定卖方的销售人员，每销售一单就能挣得 VEC 币。同样，在该平台开店的商家，每销售一单都有返佣。总体上说，这是另一件事了。重要的是要明白，VEC 币本身不仅能作为。Web Token Profit 项目的结算单位也将有
实际用途和应用，因而需要 ACC 来加速挖掘这一加密货币。我们还是回到 Crypto Accelerator 主题上，要想注册，或者如果想进入我的账户，以及邀请您加入项目合伙人的账户，打开说明中的链接即可。注册十分简单，只要填上您的邮箱地址、登录名、电话号码，或者必要时填上您的 Telegram 号。接下来，填上推荐您注册此网站的伙伴 ID，输入两遍密码及验证码后，点击注册键，然后您将进入您的个人账户。当前阶段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 ACC 加速器。要知道，现在它的价格飞涨，现在快到6美元了，但很快价格就会突破100美元，甚至1000美元。想要购买 ACC，首先要购买许可证。许可证是进入项目的许可，不购买许可证，无法在 Crypto Accelerator 上进行任何活动。共有四类许可证，在主页个人账户页已经列出，每款许可证都有简介。想要了解更多直观信息，请访问项目网站销售栏，往下浏览，对比一下这四种许可证之间的区别。我们有银牌、金牌、白金和 VIP 四种许可证，价格分别为30、300、3000和15000美元。它们的有效期、ACC 销售额限以及打开推荐程序的等级都不一样。先拿有效期来说，例如银牌和金牌许可证的有效期是90天，也就是说，购买其中一种许可证，在90天内您有权买卖相应额限的 ACC。如果您购买了 ACC，但在90天内没有售出，这没什么，只是需要您再次购买许可证。您可以根据许可证的额限出售 ACC，比如说，最受欢迎的金牌许可证的 ACC 的购买额限最高为3000美元，销售额限最高为1500美元。一旦您用完了 ACC 的额限，您就可以购买新的同类许可证。再比如说，您花了3000美元购买 ACC，ACC 升值了，您的余额为10000美元，就不是3000美元了。而金牌许可证的 ACC 的销售额限是最高1500美元，这也意味着您购买许可证后可以出售一次1500美元的 ACC，接着您只需再次购买金牌许可证，然后再次出售1500美元的 ACC，重复购买，直至售完 ACC。而且不同级别的许可证打开的推荐程序等级不同，购买银牌许可证您只有一个一级推荐程序，金牌有一个两级推荐程序，白金级有一个三级推荐程序。VIP 级有一个四级推荐程序，接着往下看，您将会看到不同级别带来的收入情况。请注意，您邀请他人加入本项目，他们购买许可证，您也可以从中获得推荐奖金。比如，您是用一级推荐程序发出邀请，这个人在您的推荐下花300美元购买了金牌许可证，那么您可以拿到这项款额的10%，也就是30美元。如果使用二级推荐程序，您将获得许可证金额的20%。您还会从他即将购买的所有许可证中获利。如上所说，每种许可证都有额限，他必须多次购买许可证。还请注意，您获得的推荐奖金都会按当前兑换率计入 ACC 加速器，这样非常合适，因为 ACC 本身就在涨价。当然，当您想把美元提现到您的钱包时，您可以随时出售 ACC。我想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，现在您已经明白如何使许可证赚取最大的利润。如果您有白金许可证，您将有一个三级推荐程序，就是您个人账户购买的许可证。借助三级推荐程序，许可证价格的30%将是您的利润。VIP 的许可证有一个四级推荐程序，您将有40%的利润，因为不管谁想要打理好自己的账户，当然都要考虑购买白金或 VIP 许可证。当然，如果您想购买3万美元甚至更高额度的 ACC，您也需要购买这类许可证。回到个人账户，您需要购买所需要的许可证，随后就会给您推荐
建设社区的链接，接下来您就可以下单购买 ATT。许可证本身就是为了加速挖掘 VEC 的，想要购买，您需要给个人账户充值，点击充值，输入要充值的美元，许可证多少钱就输入多少。例如，您想买金牌许可证，价格为300美元，按下充值键，选择充值工具。现在可用的充值工具有 Perfect Money、Payeer、Bitcoin 和 Ethereum。比如说，您选择用 Bitcoin 充值。点击 Bitcoin，然后系统就会转到您需要转账的 Bitcoin 钱包，还会显示出 Bitcoin 的数量。转账后，点击充值按钮，不久您的账户余额就会充上300美元。显示余额后，点击购买 VEC 纳兰。因为买许可证的目的就是挖掘 VEC 币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也是加密货币 VEC 本身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总是有人购买许可证。输入您所需的 VEC 数量，在我们这300美元可以买到100个 VEC，然后点击购买按钮，然后确认您购买的 VEC 显示在您的余额中，然后返回到个人账户的主页，点击购买您所需的许可证。购买后，您会在主页看到您的许可证以及许可证的截止日期。现在还剩最后一步，买 ACC 加速器，这步可以在交换栏中完成。您有两种方案。您可以用美元购买，也可以用 VEC 购买。如果是 ATT 美元组，您的余额里可以没有钱。您可以先下单，只需在订单被处理时再充值。顺便说一下，现在排队购买 ATT 的订单额已经超过300万美元。为什么总是有人排队购买 ATT 呢？很简单，您想买 ATT 就得有人出售，这些就是买了 ATT 的人。当有人出售的时候，您就可以买。确切的说，排队靠前的人，或者正在出售 ACC 的人，他们的行情奇高，而且最近还推出了新产品，所有项目参与者的推荐奖金的20%马上出售。比如说，你今日通过推荐程序赚取1000美元，按实时兑换率计入 ACC，此金额的20%马上出售，20%计入美元余额中，80%留在您的 ACC 里。再次提醒您。通过推荐程序赚取的收入会立即按照 ACC 当前兑换率结算，即按照当前价格5至6美元计。因此说，这里的推荐程序利润非常高，在该项目中创建自己的社区非常实惠。这是第一种购买 ACC 的方案。您购买完许可证后，开始下单购买，点击购买 ACC。比如说，您有金牌许可证，购买额限是3000美元，只需要在这输入您想购买多少金额的 ATT，金额不超过3000美元，然后点击购买按钮，接着您的订单就会开始排队。快要到您的订单时，您需要往余额里面充上这些金额。如果未能成功充值，您的订单会被取消。用 VEC 购买 ATT 是购买 ATT 的第二种方案。使用这种方案购买，如果余额中没有 VEC，您无法下单，您需要购买 VEC，购买后您才能下单购买。而且这类订单不可取消，但是您能获得很多好处。这种情况下，首先 VEC 价格本身就可增长，您随时都在排队中，这样可以靠 VEC 币升值赚钱。同样 ，ACC 每天都将按实时兑换率累积，当前兑换比例如下：您下单金额中的每1000 VEC 将按 ACC 实时兑换率积给您3美元。但是兑换比例是可以改变的，时刻关注项目的新闻发布。这是我们了解和理解如何开始在 Crypto Accelerator 项目中赚钱的关键操作。要在 Crypto Accelerator 项目中注册，请参考视频中的链接，也请为该视频点赞，并在 YouTube 上订阅。下次视频介绍，希望也能见到您。再见。